这皇宫之中，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。东宫其实是一座浸满鲜血的宫廷，能活过30岁的储君少之又少，有的被暗杀，有的则被自己的父亲废黜，幽闭而死，更有的储君干脆弑父谋反。二哥。殿下如果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，此时应该主动出击了。两炷香，十里地，有十里的芦苇荡，刚好划过我的眼睛。先生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二哥的，让我与二哥相争，不是只捡个便宜罢了。圆融怀柔，哼，除非他真的做得无可挑剔，攀脚取嗣，竭尽其望。一切都了结了，帝王宝座是冰冷彻骨。如果坐上去的人不比他更冰冷，又怎么能坐得上去？是吗？对于笼中鸟有何用？我劝你还是别说了。这是我的东宫，那一剑一定要狠，一寸都不能差。如果太轻，骗不了我父皇；太重，会伤了明月的命。他的伤重吗？你是在担心明月的安危？你觉得我很自私？觉得我为了能够达到目的可以利用身边一切无辜的人，对吧？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你就在你面前了。若不能让你父亲垂青于我，又怎么敢让你托付终身呢？是我太冲动了，以后我一定谨遵舅公和母后的教诲。父亲，你最终还是没能过情这一关。明月姑娘，御膳房送来一颗，想来想去还是这盘核桃酥最适合不过。明月应该休息了，今日有人保护你，明日便有人害你。顾剑，他必须死。而这些人都将会是一种人。太子殿下，为权力追逐，顾剑都是顾家的血脉，为权力疯狂的人。我身上流的是李家的血呀、复仇真的这么重要吗？